高然，我有事要问你。师傅他呢，最近总是起起。高然，我说，师傅最近总是变得奇奇怪怪的。哪怪？就是哪儿都奇怪，一会儿对我很温柔，一会儿又对我很冰冷，然后见到我的时候吧，那个全身就紧绷着，硬邦邦的。哪儿硬？全身啊。我也说不上来哪儿怪，反正你说他这是为什么呀？黄莎莎，哼哼，我今天真是出门没有看星座运，成撞到鬼了。花明月，上次你让我难堪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自己跑上门来了。哼，算什么账？我劝你们清醒一点，你们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，你是不是太过自信了？你还不知道你已经是我们所有人的笑柄了吗？老实说，认识你们之后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如果一直有人在你背后汪汪汪的吠，那就说明我走在你们前头。结果你说谁是狗啊？哎，你不要对号入座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总不能回头咬你们一口，弄得我自己一嘴毛吧。你哎，这件衣服不错，我喜欢，这是我先看到的。那给你，我不跟比我 low 的人争。这件也不错。哦，这件也是我的。还是这件比较适合我。也是我的。你老板，这些我全部，这些我全都要了。你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对啊？看到你生气我真是太开心了，这钱不白花。老板，哎，我来。等一下，我是这家店的 VIP，他是谁啊？这些都是我先要的。不就是个 VIP 吗？给我也办一张。本店规定2万起开卡。我充4万。我充6万。我充8万。那你充吧。哎，你说的对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，我是你的克星。你这给您，谢谢。谢谢。您拿好。嗯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欢迎下次光临。我下次一定要让他们组团来。我给你抽成。